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准备的礼物。这是斯沃尔特路的木雕，也是哈斯普兰家徽的一部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它有忠贞不渝的寓意，象征哈斯普兰家族永远忠于自己的内心。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希望向你表明我的心意。从今以后，我会用情侣的身份陪你庆祝每一个生日。这也是你的心愿？那看来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。啊，我的手指。没关系，只是受了一点小伤，贴了 OK 绷避免感染。如果我是因为科目雕才受伤的，那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不急，你可以慢慢想。反正到今天结束前，我的时间只属于你。